圣女脸上，圣女在哪里？一定有什么东西撒在圣女脸上，感觉上就是在这里啊。要找夕阳灌进来的地方，到底哪里才能看到撒在圣女脸上的夕阳？没有一个角度。还是我根本找错地方了。欸，你是不是圣女啊？哦，不是。没什么差别。奇怪，不懂他这个提示，应该没有找错地方吧？天花板看起来就是这里。爬上去，嘟嘟嘟嘟，看到啊，是我根本完全搞错。感觉上就是在这里啊。圣母院哦。可是这个就是24片花瓣啊。难道还有别的地方有这24片花瓣吗？看起来就很24片花瓣。上爬看看好了。看错了。先来找个圣女再说啦。圣女出来出来出来。看到看起来像圣女的人，
哈喽，圣女呢？圣女在哪里？真的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看起来像圣女的生物，或者是这个、啊，妈，这都懒得骗我。哦哦，好滑！莫名其妙看来，这我应该拿过了。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看起来像圣女的东西啊，哦，雕像之类的都没有，好像真的不在这里耶。然后去圣母院一趟，而这样干呢，就表示说你的东西，他谜题给你之后，你要妈绕一大圈四处去找，没有哎，真的是没有类似的东西。下去啦！一轮，老皮邀我一起玩哦、喔，现在没那个心情呢。我现在想要解支线呢，支线解完了。没有啊，没有看到任何雕像，难道怎么去圣母院看吗？圣母院看看好了。在圣母院其实很高。漫游之国造神大国主，三小手上还抱一只兔子哦。冰赫拉，灵王妃，灵王妃要怎么玩？白盾也分歧哎，神命神命机神，好，来到了圣母院啊！啊，野妈不知道圣母院的什么花瓣在哪里，在圣母院几率不高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过怎么换个角度之后就没那么帅，反而像垃圾一样。为什么要从天上把人家丢下，摔死？这里没有看起来像二十四片花瓣的东西啊！千万不要挑战我的白虚斗神剑！换个角度之后，突然觉得主角像个垃圾一样，随便丢就死了。看到任何一个像什么？这个、啊、重点在圣女吧，可能要找个圣女像之类的东西。在干嘛？在掐自己哦、喔！哎、欸、，Sister， what are you doing？ 在掐自己、欸。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看起来类似的东西啊。
找攻略好了啦，有点懒了。耳语草料，懒得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。吹半工啊，吹无气死人，袂甲恁爸难拍要断出。气死我啦！耶，分析就近啦。撑不住啦，我要看那个叫做什么攻略，直接找雷斯。受不了啦，找到了，干，还真的是他，还真的是他讲的位置，可是是在外面，在室外。干，那个配音员到底是怎样？他是在配的时候，就是正在想要怎么弄，然后旁边有人插他还是吓他嘛，然后就叫出来，就拿来用，在这里。Leg， 这里耶，这个是这个耶，超诡异的耶，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其实你不太会想到这边，留在圣女身边，站在流水之间，从教堂的玫瑰窗到耳堂，数到五道拱，五对睁怒睁的圆眼，以及五连的恐怖，最后的石像踩在我们的珍宝上。通往浩瀚无垠的大门，最后的谜题。哦，不要浪费时间。直接就看在哪里。哦，在上面嘞，往上爬。靠北上不去，等一下，我先想办法爬上去。他讲的位置也没错啦，就是确实跟他讲的那种感觉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可是就一般人是不会想到这边来，可能在英文原文里面才看得出来吧。刚看他说在这个位置附近，我要查一下位置，来。对一下好了，来，对，差不多的位置。看一下详细。哦，在下面的地上，
不过，老实讲，要知道这些地方，哎，真的是蛮难的。一般人很难知道在这里。嗯。怎样？有人在洗屏啊？我看到了啦，滚！啊，半个免洗账号，就我在那边闹。飞舞不意外。我现在免洗账号这么好开、啊，我觉得是因为之前有一些不用的账号被洗。清音中心不接受垃圾青蛙。这边还是少一个宝箱哎，我在哪里？也没拿。电击八风特。哦，那不就是刚刚那个吗？这一区是没了啦，要到这一区，献祭吧。先来解这个好了，火星，我要怎么下去？这里有任何一个看起来像是他妈我能跳的地方吗？哈喽，突然觉得孤立无援。只好这样跳。干嘛？看，刚发生什么？一个斗。下去。啊！啊！有时候听到很像碧姬公主的声音。怎样？一座木石交织的坟场上，有位背着双翼的守护者在等待着。好，不管。他在哪里？直接找就对。哎，看一下他的。我现在看的跟那个，跟我现在要找的位置不一样，查一下，麻烦。当，干靠呗，不知道这个在哪里。
我来慢慢搜一下。他一直跟我，他一直跳那种，会送那个东西的抽奖广告，有兴趣。在哪里干？连找攻略都很麻烦。在哪里？哦，有找到了。哇，干，他刚光是跟你讲初始位置在哪里，就已经花掉一堆时间了。哦，这个就在旁边而已。在这里。为什么就可以打？Repends-toi, misérable parasite. Si on t'attrape, c'est mort. Tu vois, saleté de voleur. 倒茶笔记没查出。呀！圣母仔细看照他的小女儿们，其中一女依偎在圣母和圣礼拜堂之间，圣子则在一边看着他的羊群。啊，羊群儿，看他的羊群儿，再定个位好了。干在哪里？对，在这里，挺远的。哦，没有，不是在那里。妈的，骗我！有谁在我旁边吃东西啊？哦，找到了，在一个很像羊具的位置。看一下那个羊具在哪里？哎呦，在这里，就是这个。羊具图腾，那超麻烦，比历代都还麻烦。以前那种跑那种陵墓，然后跳来跳去的，我就算了。我操！有没有？看看我的胯下，你觉得它怎么样？干，我还没看到谜语。太子广场的另一端，那条蓝色的世代流向驾马的男子，死于刺客手中的男子，愿意为了一座城市改变信仰，而财宝就在坐骑之下。太子广场是说这里是不是？说什么蓝色的沙小？蓝色世代大概就是桥或者是那个。也看一下，哦，就在那个，就在那边那个广场而已，蛮明显。那边有没有快速旅行？
没有呢。来吸我的屌，吸我的屌！哦，太紧了。干，实在洗佛经啊！老死！好，要怎么下去？哦！不能这样，人生大暴动。在那边。不得，没事。我没有变错啊，那个也在洗屏啊，只是洗佛经的，我刚刚往上拉已经没有在洗，就算了。没有变错人。剩这个献祭巴丰特啊，献祭巴丰特。啊，这样一看就知道。低差距哦，看来你们都是半新的，短视尽力。那我们这种四星的是不能比的。